小泥人，我耳鸣了。徐芳，还真是你。你怎么来了？干嘛不说话？你混蛋！我又怎么了？你知道这有多重吗？我背着上山的，快累死了。背的什么呀？换洗衣服、笔墨纸砚，你一样都不带就上武当来了，最后害得我把这些送过来。徐潇是猜到我要在武当住一段吧？他猜你还不是一猜一个准？为什么让你来啊？借马的事儿被知道了呗，还不是怪你？你一个人上来的？马车到了山脚就回去了。你不回去？哦，徐潇是让你留在武当照顾我，那你可惨了。哎，你属小狗的。哎，这屋子让给你们住，我自己找地方。有麻烦喊我。前辈，行吧。